锵锵三人行，大家好，今天我跟徐老师迎来咱们的同事啊，从社会底层而来的陈晓南。从社会底层而来，他整天走街串巷，就是采访社会底层。哎，晓南，最近这个冷暖人生灰姑娘这个节目做的真是好。哎呀，我昨天看，好在够真实。你知道什么叫灰姑娘吗？ Cinderella。啊，你听小南解释解释啥叫灰姑娘。我们的灰姑娘的含义就是说，在灰色地带，往往是在城市里的灰色地带，然后做灰色职业的一些人。其实就是如果用一个比较术语来，就是性工作者。我们当时起这个名字就想说是走进一个灰色的禁区，去听听一些从未讲述的灰色的故事。而且这些灰姑娘她们大都在做这个行业之前，也是抱着要找一个水晶鞋的想法到南方去，想要一举能够获得第一笔的第一桶金吧，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哎，小南，这面对那么多的这种所谓灰姑娘啊，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走神啊，我觉得这对你来说经历了这么一轮跟他们的这个面对面啊，是不是会带来你身心的一些变化？不是身体没有，就是心理状况的一些变化。会有特别大的冲击，就是你会觉得，就是以前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我看到的世界，我觉得已经足够大了。可是其实不是，我看到世界特别小，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一个很隐秘的那些世界，是我根本不知道的。有那样一些人，有什么是你完全没想到的？比如说我们其中有一个叫小红的，这个姑娘在见到我们的时候，当时她毫不隐晦地说，就是谈起来说你现在怎么为生？她说就偷啊、抢啊，然后仙人跳，因为她还在街上，但她因为年岁大了，所以她一般呢去就不做肉体的生意。但是呢，她所谓仙人跳，就是说你这个男的进来以后，然后男的把她就讲，她说男的把衣服脱了，然后她先不脱衣服，然后就冲进了她的一个同伙，就讹这个人的钱。啊，就是因为她，我们其实刚刚跟她接触，她在讲这些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表情，没有任何的语气的在讲，她每天是以此为生的。这时候你就特别震惊，她也没有罪恶感，她也没有害怕的感觉，就是她的眼神就永远。她是觉得这些男人就活该，他们本来就是很坏，所以现在惩罚他们。我觉得她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这是她唯一的生存方式。她的生存方式。对，她的世界就是这样的。然后你再进而跟她交谈的时候，但那种语境就是使我一直是从很震惊到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她什么东西她都可以非常直白的说，包括她比如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在和一些客人之间做生意的很多的细节，不用你去深挖，她有的时候就会。他就会讲出来。所以最初我们特别震惊的是，我在想我做这个采访有没有意义，就是说如果我只是说去展现有的人是如此这样如此这般的活着，我在做什么？我就是揭示一个特别隐秘的赤裸裸的一些很残酷的东西吗？但是你慢慢的更让你震惊的是，实际上你在这个很麻木的灵魂，很没有温度的那种心的情况下，他特别萎靡的表情的情况下，你跟他慢慢慢慢深谈，你会觉得他内心其实是有温度的，他有很多他在乎的东西。哎，我跟你说，你说这个意义我给你了，不是没有，我认为有意义。我说我的意义之前呢，咱们可以先看看小南带来的，就是他说这个小红他的一个采访的片段，咱们来看一下。那你自己你不觉得很委屈自己吗？不觉得，反而觉得很好，挣钱快又好玩。对女人来说，那身体是最重要的。如果说真的说做交易的话，做商品这样交易的话，可能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观念里认为这是一件特别羞耻的事情。我跟你说，这种也许在你们这些有学问的那些人就觉得不可理喻，根本不可能的事啊。但是在我们这些没文化和这些社会，等于我们是社会底层的人，就什么都没有了，都反正就只有钱，找到钱就是最棒的，你就是最好的。我无数次做梦的梦见我一家人真的好幸福啊，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所以我好想在这有生之年吧，我好好找一点钱来把我妈治下病。还有信心吗？有信心，也希望你们相信，能相信我，真的。我们给你录下来了啊。
2007年对我来说应该是新的一天。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你知道我说这个节目好啊，好的，我看的时候做笔记啊，我这个笔记啊就说我的某种意义。哎，你看我这写下来的，我说啊，看这些人在跟他说，让我想到什么呢？这个卖淫女啊，其实意义就在这儿，她也是人，你明白吗？说什么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其实这都是误会。她跟你做生意，她挣钱，她当然无情了。可是啊，她打工挣钱为了什么？实际上回到自己家里边，她一样也是个正常人，也有她自己的故乡。不，我的问题是哈，你觉得在她心目当中，她去卖淫，拿钱，跟她你说那个仙人跳去陷坑去抓人，有区别吗？在她看来有区别。我觉得在他看来有区别，后面的这些是他已经吸了毒以后，我后来问过他，我说你现在上街找钱，他叫找钱，我说你做这个你还有罪恶感吗？他说我没有，我有罪恶感，因为他就说，他说我儿子在街上看到过我两次，他说我完全不能，没有资格去教育他，他凡是做错什么事情，我完全不敢跟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知道我们把这个东西称为灰色行业哈，灰姑娘哈，潜伏这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性工业缺乏管理，明明存在缺乏管理，所以如果它是正常的一个性交易的话，跟后来这个仙人跳，这个是犯法的一个事情，严格来说这是一个抢劫犯，这个照理说这个两者是有个本质的区别的，而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东西就打入灰色，打入不合法，所以基本上当他自己在看待他自己做的事情，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这个就已经混为一谈了。你知道，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古老行业的职业道德哈，到了今天哈没了，它变成了跟抢劫欺骗是一回事了，可是这个行业是从来是一个行业，你明白没有？这几千年的历史了，就是说它不是说从来跟抢劫是一回事的，这是对的，徐老师，是就是说它造成这个行业的原因绝不单单是贫穷，对，它是很复杂，已经那么，而且现在的扫黄就是把这些东西混为一体，就是把这个就是好像是比方说洗发妹的做的事情跟一个夜总会里边的这个上床的事情跟一个打砸就是抢啊骗啊艾滋病啊，或者有了艾滋病继续接客啊等等这样的行为，但是中间都没有区别了。但我们国家这个性的这个职业仍旧是违法的呀。对啊，所以就混在一起了。所以我讲的就是这个，你看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因为它本来是不同的社会犯罪，如果说你说第一个也是犯罪的话，它本来是不同的犯罪，对不对？如果他现在是接客，跟他设计来害人，跟有些人已经知道了感染了艾滋继续接客，这个是三个非常不同的罪行，如果说都是罪行的话，你现在我们都把他打作说啊，这些人都是灰色职业灰姑娘，他们都是见不得人，而且他的羞耻感是同一个羞耻感的话，容易升级，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性工业缺乏管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对，这也是徐老师多年来一直大声疾呼的事情。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我小时候就有一个困惑哈，我老师说是那些坏人，但有些人是坏人，我小时候就想啊，说他们家里人不会认为他是坏人呢，他怎么就会，我们就会认为他是坏人？就是啊，你看他们这个镜头一深入啊，深入到一个女孩她的这个家庭，她在远在农村的家，哎呀，你就觉得真是跟你一样的人。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觉得我跟他们也是一样的人，比如说他们服务完了，他不是叫服务，他们卖淫嫖娼，你知道他说最解脱的、最快乐的是什么？走出酒店房间，那个门啪一关，哎呦，那是一天最解脱。我一想，我每天离开公司，我就是这个感觉。工作嘛，工作完了，到这办公室啊，解脱了。刚才那是为了谋生，你知道吗？有什么不同？
而且我们希望工作快点完成，他们也希望工作快点完成。就是任何人，我们也要他们有很多方法都是希望工作快点完成。其实就是说，不问这个人的身份、阶层、他的所处的领域，人一定是有共通的感受的。比如说这个曾妹，最初我们去采访他说，因为他当时身体状况非常差，他又吸毒，然后他又仍然在街上，而且是最便宜的那种，所谓说的难听一点叫站桩机。那当时你在看到他的时候，你觉得他完全是一个行尸走肉了，因为他活一天。就是在站在街上去招揽客人的，因为比较高级的肯定要在比较体面的这个夜总会啊，这个打扮的比较好。他那个已经是没有姿色，他要靠夜幕来掩盖他的这种脸上的这种苍老，包括吸了毒以后的这样的一些脸上的一些这个，我觉得叫伤痕似的那些东西。香港前阵报道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70几岁的女的在街上找了个60几岁的男的，后来警署把他调去问了，后来那个70几岁老太说：“好了好了，我以后不用工具了啊。”这个曾妹呢，她因为她状况很不好了嘛，然后她就是我们在最初见到她的时候认为这个人没救了。她在说话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大哥啊，你有什么事情啊，我一定会配合你的，你们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完全觉得她说的是江湖的话，觉得这个人还有活着的心吗？但是就跟他谈了2-3个小时以后，他始终还是，因为像他们一般的绅士十有八九会告诉你假的，就是他很顺利的能说出一番假话，他们太有经验了。但是后来就突然知道他生了一个孩子，对，他是一个艾滋病人，他生了一个孩子，我们就问他你的孩子，他说他的孩子也是艾滋病，那就说你为什么要一定要生这个孩子？他一下子他就暴露出了最普通的一个女人身上的那些最共性的东西。他就讲他生了这个，当时他就一定想要一个自己的小孩，因为他早年15岁生了一个小孩就已经死掉了嘛。他现在生的这个孩子，他说那个放在他枕边那个小孩冲他笑，那一天是他生命里他觉得唯一美好的最美好的一天。讲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回归了他是一个人的那种本性的东西。可他还在这个行业里，他的孩子迅速被拿走了，所以他现在呢，就是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能够回老家看看这个孩子。但他一回去，他回不去。回到老家，人家就老家里的人把他打出去。你是做鸡的，又是吸毒的。他写了一封信。不是，重要的是他现在还是 HIV 的 positive， 对不对？对。他如果还在这个行业里，那你知道他就是定时炸弹。我觉得问题就在于啊，他就是一样的人。真的，人都是我说这，但这个道理其实一直都有。你知道古来的文人呢、啊，最喜欢写的就是风尘女子，从来都是。你想想，中国的文人就是同情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就选这个行业来同情的，是一个传统，远远超过写良家妇女。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还有点不同。对、我老觉得过去中国文人说的那种所谓的青楼女子啊，跟他的这种灰姑娘，这种还不是一类。但是这种同情心，就是我在同情当中，他们是找一种共鸣。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仅止于同情，因为比如说像小红，我觉得她身上最强的时代信息是什么呢？他们当年这几个姐妹一块儿来下到南方来淘这笔金，这是一个时代风潮，这是我们现代当代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这个和说自古以来有这个行业，然后他们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不一样，他们不是被卖到那里的，他们是主动下去的。哎，所以这个是非常深刻的社会现实。我跟你插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当年他说这个年代，我当时就在广东，繁荣昌盛啊。就是为什么当时都说繁荣昌盛，为什么他呀，比如对于农村来说，他没功夫去想这个道德的事情，他是很朴实的。比如说一个姐姐就说、哎、跟我出去，说去干什么呀，是去酒店敲男人的门，他敲开门干什么呀，他跟他耍，四川话嘛，跟他耍有什么好耍的啊，就是跟他睡啊，然后就领着去嘛，敲开门，里边两个男人两张床，这姐姐滋溜就钻一男的被窝里了，他呢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半强迫的发生了一次这个关系。问题在于拿着200块钱呢，拿着200块钱对他来说，那就等于说在村里是几块钱，兜里只有5块钱。村里的人不会有什么歧视，大家心知肚明，你不去探论这就好像女的嫁有钱的丈夫跟找有钱的男朋友也有不幸的例子，对不对？也有被老公打了后来被甩了。可是你看人类在一起的模式，长久的叫婚姻，一个阶段的叫情人，一夜的叫一夜情，都有钱的介入。嫁有钱的丈夫人家就羡慕，跟有钱的男朋友人家就算不羡慕也嫉妒。可是有钱参与的一夜情就叫卖淫，就被社会排斥。道理是一模一样，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
有什么分别吗？只是一个是买房子，一个租房子，一个开旅馆的区别吗？你知道我的看了这种东西啊之后，我就会觉得你多知道一些别人的故事哈，然后你就不会把人家当畜生看，然后人跟人之间呢是不是可以互相善待一些，就是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但是呢你知道对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很重要。你比如他说这里边有个小女孩啊，他就是觉得你听他说什么，他最恨的就是男人。他说男人不管是给钱的还是不给钱的，只要是作践我们的，你们都是坏男人。哎呦，我也是看了他这个节目啊，我才深刻的反省我们男人呢、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够坏，反省自己伤害过坏的那个程度啊，自己都不自觉。你比如说四个大老爷们儿靠一个16岁的小姑娘卖淫养活着，整天在那儿吃闲饭，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年我在四川火车站看见那个老婆挑着扁担，老公在那儿抽大烟。哎，这个这下南方的这些女孩很多是带着丈夫去的，然后丈夫在家给做饭、啊、然后这个妻子每天去上班。而且呢现在打击的主要对象呢又是这个群体当中的弱势群体。对，因为我听他们说艾滋病感染最多的就是站街的，他们中间有阶级分，有阶级分化，阶级分化跟年龄有关系。嗯，15、16岁的在夜总会高级酒店，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到这种按摩院什么，就像你到了站街的都是就是那是最底层的了，那是很差，让艾滋病感染最厉害。但是你知道前一阵不是深圳那个游街吗？嗯，那个都是里边的弱势群体，5星级酒店完全不动的，他们交得起保护费，你明白没有？嗯，所以啊还是叫损不足以奉有余啊。而且呢就是你说的这个这些混得最差的这波人，我觉得赵铁林说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这个行业啊你是打工挣钱啊，但是问题在于它极具腐蚀性，这又没错，就是跟我刚才说的又是暴力，又是两回事儿。比如我刚才跟你讲的，说是他们一边去卖淫，回来可能也是个挺单纯的小姑娘在家里，对吗？但是问题是，做一年、做两年，这个行当都是酒色、毒品、黑社会，你知道吗？整个的这些东西。所以极具腐蚀性，跟娱乐圈差不多。而且他来得快，他这个钱来得快。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嘛，怎么说？好像骂艺人似的。我们还是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他说暴力，而且哎，小南还有什么这幕后花絮什么的？我们其实当时特别遗憾，这个片子里没有用上小红的那本日记，因为时间实在太紧了。我们是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写日记，因为你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满脸是，他眼神一直是特萎靡的那种。他倒不怕你们拍出来啊，他你们这个对他将来的生活会产生影响。每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遮。这几个人我们都问他了，而且我都是在节目里问他了。比如说小玉，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会有勇气来说这个事？”小玉说：“我觉得我可能活不了几年了，我觉得我得留下点什么东西。”他这是得了艾滋病的。对，小红的意思是说，我这个人生走到这儿了。别的人别走我这条路，是什么呢？就是我能感觉到他们特别深的一种，就是他们不愿意就这么无声的走了，就是他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的命运，如果不是我们去坐在这儿问他们几个小时的话，没有人再会听。小红为什么写日记？他的那些话是没有人听的，老被人抓。对，就是说他们就觉得我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了，我一点声响都没有，我就走了。他满肚子的感慨，不知道向谁去说。而且尤其是当我们问这两个人为什么要说的时候，他们脸上的表情都非常怪。哎，就是可能啊，就是所谓有点钱的人大概就会有这种疑问，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能到了有些人是生不如死，除非是这样，否则明天就是死，是不是真的就有一个群体的人他生活状况到了这么一个程度？曾妹就是这样。曾妹我觉得她是一天一天数着活，那是艾滋的关系。她吸了毒，得了艾滋病，生了一个孩子又被人抱走，孩子也是艾滋病，而且至今抱走她孩子的人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艾滋病。然后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抱走孩子的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对，当时我们的摄像在拍，那不是还有传染的可能吗？是啊，所以你会有巨大的无力感，你帮得了他吗？就是在我们的摄像在拍他的时候，你看这个行业的管制看上去只是一个社会治安问题，你看背后牵涉多多少少医学卫生道德。他当时在化妆哈，然后他
他那个脸已经其实是非常非常苍老，那个没法看的了。然后我们摄像在拍他的时候，他就画眉毛，他突然转向我们的摄像说：“这样是不是好看点？”我们的摄像说当时就心里一惊，你知道吗？那种感觉真是难以言传的，就是你又在他身上看到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可是你又看到有生命力的东西，你就。然后我在我的节目里，我最后都说我在生妹身上，我说我在她身上，我从来不知道现实世界里有人如此绝望、如此无声的活着，谁能给她一点希望？我真的不知道谁能给她一点希望。这个真是啊，就是你从她那个角度想想啊，也觉得这事儿就没什么办法。但是人还是活着的，人就有这个韧性和生命力。这挣扎在这个死亡线上，真是可以这么说哈，有居然有些。哎呀，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好多他讲到的这种女孩的这种心理，他从这个农村来的这些很多女孩子啊，想的事情，我总觉得跟我们呢很不一样。你比如对他来说啊，他进入一个城市，他去怎么适应这个情况？你比如说啊，你是知道那是小姐，那是坐台，那是干嘛？你看他说的那个，他就是被人莫名其妙的拉到一堆，就姐妹们相跟着嘛。客人们挑拣，然后呢坐在那儿坐了6个小时，总共跟客人说了10句话，最后哎拿着200块钱。对，你知道这么一种感觉。哎，我当时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采访完了以后，其实我和小红，就小红为什么下到南方去哈，她当时的那个为什么，比如说你老公是怎么想，你家里人怎么想，我都觉得她给我的答案特别简单，钱嘛就是钱，说到底就是这个。然后我们有纠缠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采访，我总觉得我得不到一个满意的一个答案，然后我就把所这个采访原封不动的念给我的一个朋友听，然后我说你觉得我这个采访透了没有，然后我念，她说挺好，我建议你原封不动的摆到电视上，她就是这就是两个世界里的女人在对话，我们的问题始终是这样平行的。其实他就用一个答案就回答我。你不相信？我不相信。仅仅是为了钱？对。他就认为就是为了钱。就是、钱，你老公。其实各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面临同样的问题，只是表象而不同。一个200块，一个 LV 包一辆车，一个房子。我觉得是。徐老师，这还想说全民皆娼吗？不是全民皆娼，就是女人生活当中一定会有这么一个 moment， 她对你的整体的人生价值观产生一个巨大的冲击，然后你决定了。